现在我们做绿色的，先做一个狮子头，然后做一个小耳朵，再做一个狮子头，再做一个小耳朵。然后做一个小泡，然后再做一个松软的泡泡，然后五指，然后就做一个四指。再做松软的五指泡泡，然后再做一指小泡，泡在熏的碟上，现在我们做它的脚，脚差不多五指。这边也是五指，两个五指，然后扣在小耳结上，好，这个就可以去掉了。现在我们做了两个泡泡连接的，然后再把这个推开，这两个连接。套在这里，鼻子从这边塞进去，从这边出来，这个要套到这个环套里面去。把这个套进来，套进来，然后把它套在你的胸围结上，现在我们把它画贴上眼睛，画上斑纹，这个巧虎就完成了。